部长现在就是要投入选举嘛，那大家还是延续刚才问题，大家还是质疑绕跑嘛，那刚才部长说没有绕跑，那想问说部长目前整个竞选团队沟通跟安排的状况怎么样？因为昨天好像有传出说焦糖哥哥会加入团队嘛，那引起好像一些炸锅的问题，那想问说部长怎么看这件事情？谢谢。整个一个竞选的团队，因为才刚刚这个昨天中评会才刚通过这样的一个征召，那所以这个团队是渐次在成型。那至于所谓我刚才提到说有谁是操盘手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都欢迎很多的年轻人进来帮我的忙，大家一起来打拼。